喵，看大家早上好，我们的小猫猫来了。昨天是夜里头4点多钟给它放出去的。要上楼啊？你知道爸爸在楼上吗？爸爸在楼上，去吧。去吧。大家看到了刚才那个猫都活成人精了，他知道家里头有人在睡觉，这个点4点多钟放出去，因为他上厕所。放出去之后，因为我也不可能坐在我门口等，然后呢我在想，哎，现在都已经马上八点半了，心里想他怎么没来，刚说完心里在想着他就来了，就在叫，喵喵喵叫。然后上楼，刚才在楼上的时候，在我们的房间门口他还在喵喵叫，他就上床睡觉。这个猫有人，他黏人呐。我们到家啦，哎呀呀，一看把猫吓的，我刚才吸了两口猫，给猫吓死了，他不喜欢闻。好猫玩儿，来到妈妈这里来。他天天现在就是我们家的猫，天天在家，在我们家，闺女是不是？看一看，我们到家，我老公已经准备好了餐具了，干嘛呢？因为今天吃的是意大利肉酱面哦。哟，看看呢，吃肉喽。要这个玻璃碗刚才放在烤箱里头加热了，要热一点，德国人喜欢吃热的。我要帮我老公了，吃饭了，快快快！我老公他特别喜欢吃意大利菜，因为他在意大利工作了3年。看我的，一个德国人喜欢意大利菜。不过德国人好像都挺喜欢意大利菜的，没有几个不喜欢的。来，再给我一点面条条。这勺这么大是吧？这么大！妈呀，你那一勺子，都可以给多多吃一点。看每个人都多吃一点，那么明天后天是休息啦。再弄一点，少了。够了吧？没有。感觉你用这个勺子好像不好用似的。为什么？那这里头，哎呀，往后插吧，因为你 vielleicht passt. www.kind.de. Woman. 来，我看见刚才老人，你是小人，新人，年轻人，年轻人不是，我们是老人，你是小人，这小人不好。哎，这个。找到了，香叶，好好好。Noch einer。闺女是不是挺喜欢的？开心吧？开不开心？Du zeig uns, was ist original Italian Essen mit diese？ 给大家展示一下，正宗的意大利人吃这个面条。So， 嗯哼，嗯哼，就像卷啊卷啊卷。Ja, das sollten eigentlich nur Spaghetti sein。嗯哼，看看。哇塞，这个肉酱，我们就喜欢吃肉多一点的。因为这个面条只有那么几个了。哎呀，吃完了之后我还要再吃一点。妈呀 ，is nicht zu viel， du bist nachher zu voll。It's okay。看这个都弄出来了，哎呀，肉酱。Ja, mehr Fleisch als Nudeln ist besser. Genau. 我老公说，哎呦妈，打了个嗝。我老公说，把他乐的，一个大男人，你乐啥乐？再乐揍你了，整天的。打了个嗝，
在外国人打嗝是不礼貌的。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说这个。Tasha, guck mal, Tasha。Entschuldigung. Nee, Katze, das geht nicht für dich. Das ist zu gewürzt. Hm, wir haben den kleinen Baba. Kleiner Baba, komm her. Der Mama hier, komm. Komm. Ey, komm. Du hast es gekommen, oder? Mama, du hast es gekommen. Mama, du hast es gekommen. Du hast es gekommen. Ich habe es gekommen. Dann g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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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h. Ey, wir essen mit dir, g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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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h.哈哈，吃播，大牙缝来了。嗯。哎呦！我闺女去开门，那猫又来了，刚才又上厕所去了。嗯。嗯是真好吃啊！刚才大家看到我闺女吃了那么多面条，她已经吃完了，现在弄第二遍了。那你多弄一点嘛，你另外一个手呢？削掉了。嗯，嗯，来看看，我闺女，我了，老公，嗯，大家见过猫这么睡觉的吗？你睡觉乐死个人，那那笑死人，像一艘什么呢？像个鳄鱼。明天是周末，所以呢，我要喝一杯卡布奇诺。这个是我们今天去超市给我闺女买的，这个是方便面吧？这个是像四个。然后这个是弯弯小小酥啊，结果碎了。然后昨天买了这个粉丝，我今天又买了一袋，看能不能好吃一点。这样子，给我做卡布奇诺，我要喝卡布奇诺。其实晚上不能喝的，哎，人不作死就不会死，就这样。我睡的喝了之后就睡不着觉，但希望我今天能睡得着吧。我新买的咖啡我还没有喝过，我还没有喝过新买的咖啡呢。来呀，我们马上说啊，先把 my else's coffee is better than my this milk。 嗯哼，先把咖啡弄好，然后再把牛奶，哦，先弄牛奶后弄咖啡。哎呀，它那个蒸汽真的。Jetzt pass auf. Schnell. Ja, ja. Wir haben ein paar da, was ist das? Das ist 蒸汽，可烫人了。好，可以热了。我们先 ，Erste machen Milch。Ja, warte。我们先，以前都是先弄咖啡后倒牛奶，现在我们倒过来，所以把奶泡里头的气儿给弄掉。哎呀，好，现在把这个放上去，就是拉不出花来。
嗯，好香啊，就闻的是浓浓的咖啡香。好嘞，我喜欢糖，我要加糖的。咦，好不好？好 ，thank。这是我的咖啡，大家不要见像我一样啊，我是今天晚上老是抽风的。那这个面条还剩这么一点点，我要先喝咖啡。这是巧克力，我喜欢吃瑞士莲巧克力70%的这种球球，买了1公斤，快吃完了。闺女要尝一口吗？我要睡觉。你要睡觉？闺女做的提拉美苏也吃完了，那你把边上这奶油给弄了干净啊。不行，我怕。打扫卫生真累死我了，我今天把所有的都收拾了。哎呀，我老公又马上开始做面包了，累死我了，浑身都是汗。好了，祝大家周末愉快。今天好在晚饭不用我做，但是锅碗瓢盆是我刷的。好，就一点，我们家不用洗碗，但是他做饭的那些锅呀，还有一些大的东西都要洗。好了，祝大家周末愉快吧。